现在这个步骤呢，就是来做中文化。现在中文化已经完成了。什么车型？是啊，然后前后有啦，记录器，好，对啊，对对，连天窗，还有天窗，对对对，几年的 CLA？ 3200。然后还有那个前后型的记录器，前后，那个我前两天我跟老板先讲过了，谢谢，讲，好，记得。啊，颜色深浅度嘞，我旁边就中间色，那天窗它说要黑一点，不会影响，不会，不会啊，嗯 ，OK。前挡专用，然后你说天窗它要最深的嘛？对。啊，车身呢？车身中间。安卓有了哈。啊。啊，有倒车显影，对，然后可以接手机。对。对，就这样子。好。好，你这边我倒数第二站了。真的吗？对，接下来就内容。好，那我们尽快喽。好好好，我在这边等。好。什么车色？黑色的。黑色。开心就好，这个是我自己的，所以你对我就好了。所以写开心就好。对对对。现在在施工做隔热纸的部分，然后大概四点钟大概会做影印的部分，然后最后把车子牵回去，然后赶美容，对，然后明天就可以交给你。然后我现在叫他贴的哈，就是他的车窗的部分哦，就是我们讲的那样，它顶部比较黑，哦，然后都不会影响到 EDC， 我有问过了，都不会影响。对对对，嘿，都不会影响到。他现在正在施工，嘿，大概跟你讲一下。对对对对，你前面三间大家都不要开车。对对，那个你都不用担心。哦，好，好的，好，好，拜拜。